名号功德，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实实在在说，对于名号功德了，是一无所知，没重视它。如果真正明白了，就这一句名号，真的叫无私不办。海贤法师为我们做出来了，我们看到了，只要有信心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他老人家在18岁的时候生了个病，啊，腿上长一个疮，脓疮溃烂，苦不堪言。啊，母亲给他求医找药，没用。啊，最后他明白了，佛法里面说的冤孽病啊，药物不能治疗啊，治不好啊。啊，怎么办呢？听说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，有求必应，啊，跟他妈妈讲，不要求医了，不要找药了，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。啊，这个人我们知道，他的天性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啊，有真诚心，有清净心，有恭敬心，这些条件具足，念了一个多月转好了。啊，真正相信佛语是真话，绝对没有骗人。啊，信心坚定了。20岁出家，师父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你要记住，18岁的时候没人教他念佛，所以他念观音菩萨。如果是20以后害的这个疮，他肯定念阿弥陀佛，不会念观音菩萨。我们能理解，我们能相信啊！啊，观音菩萨能帮助你解决的问题，阿弥陀佛做不到吗？对阿弥陀佛不了解、不认识，啊，对观世音菩萨认识了解程度超过阿弥陀佛，观音菩萨就管用。啊，你相信哪一个哪一尊佛，相信哪一尊菩萨，他就管用。怎么治好的？信心治好的，念头治好的。啊，念佛菩萨名号功德很大了，这念头好啊。念头里头第一好的就是念阿弥陀佛的。我们要知道，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